准备好，向着坚守的目标，寻龙斗志在燃烧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向伙伴准备好，释放暴龙的绝招，闪耀着斗士的骄傲。一起来，哇哦，哇哦，神龙形态转换，龙人的力量永不跌倒。一起来，哇哦，哇哦，战车狂歌号角，属于我们的胜利号角。小恐龙转换转换，战斗的形状不断超越自己，心一起创造奇迹，在冒险之旅我是最强斗士。新奇为了成为最强的驯龙斗士，和霸王龙又踏上了新的旅程。但狩猎队并不善罢甘休，他们派出了强化龙，目标直指霸王龙。为了对付强化龙，他们把恐龙升级为龙人形态，成为最强的驯龙斗士。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让他见识下你的厉害。难道这就是傅博士的新技术？哼，管他什么新技术，反正不是强化龙的对手。记得怎么玩摔跤吗？哇！什么？哇，好厉害呀！别发呆了，快去救你的恐龙。剑龙，释放你的力量吧！好强大的力量！新的龙人形态还有很多问题啊。这就是龙人形态的资料，我得想办法拿过来。有了。
事啊？怎么都跑出来了？别跑！站住！呵呵，喂，你们别跑！中计了！差点忘了，我的宝贝，去哪都带着你。暴风飞镖，来！躲开！哼，你以为躲得开吗？三角龙，剑龙，乘胜追击！烈风刃，坚持住啊，三角龙！别硬撑了，剑龙，给他最后一击！三角龙要武器，剑龙居然被打败了，三角龙回来，看来还是要我出手。放马过来吧，我们才不怕你呢。啊，笨蛋，三角龙已经累了，不能跟他们耗下去。那是什么？你们看，什么东西啊？天鹅和鸟啊，笨蛋。什么？居然骗我们！别废话了，快追！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你个骗子！我们到底要去哪儿？当然是找傅博士啦！你看你的暴龙战车都坏成这样了。暴炎毁灭者。放心吧，博士一定能修好它。说不定还能升级呢。升级？哇，这台暴龙战车好特别。这就是升级后的战车，也是龙人形态的关键。
啊！别磨蹭了，快赶路！他们要去傅博士研究所，你们快来！原来他们要去研究所，我们马上到。怎么小恐龙都跑出来了？仙琪，罗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博士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快帮我把他们找回来。博士，我去就行了，仙琪的战车就交给你了。有罗拉在，我就放心了。仙琪，你的战车怎么了？博士，我的战车被狩猎队破坏了。狩猎队？我知道了，他们研发了一种可怕的技术，把恐龙变得更加强大和凶狠。你知道的不少啊，傅博士。怎么又是你们？我们是来捉霸王龙的，快把它交出来。好。汪汪，有我在，你们别想碰它。你拿什么保护它？你的战车都破了。哎，出来吧，可暴龙丁贝龙。一起上！哎呀！下集预告：狩猎队包围了新奇和霸王龙，可是新奇的暴龙战车坏了，霸王龙进化不了。这时候，星辰让翼龙进化成强化龙，面对凶猛的强化翼龙，新奇和霸王龙陷入了危机。下一集奇迹爆发，霸王龙形态转换，敬请期待。